啊，这里就是天下第一蒸，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蒸锅啊，据说可以一下同时蒸3000盘蒸菜。它这里并不是一个摆设，它是真的是可以蒸的，你看底下是可以放柴的，然后里面是可以放做好的蒸菜，在里面真实的可以蒸的，蒸了以后可以给大家吃的。好像每年的4月份会做这样的活动，就是3000人同时用这个蒸锅做食物来进餐。这是和普通的蒸锅用的材料都是一样的啊，这木头的竹篾。我预估了一下这个高度，估计在6米左右，就是2层楼高。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那个简介，看一下我猜测的是不是正确啊？我估计是6米。刚才看到了这个天下第一蒸啊，这里有介绍，2017年7月2日啊，然后开园，这里巨型蒸笼。我之前猜测是6米啊，高5.8米，那是猜的是非常准确啊，5.8米，直径9.9米，共3层，每层可同时蒸菜1000碗，那3层的话可以蒸3000碗。这里还有吉尼斯总部的发的这个证书，大世界吉尼斯最大的蒸笼。